云门买的椒盐板鸭到货了。也算是为湖北复工做点贡献吧。哎呀，这个包装看着不错。嗯，还放了小鱼干。小鱼干。你去过金门吗？没去过金门。哇，是一点惊讶。作为在武汉生活过五年的人，武汉也算是第三故乡是吧？第二故乡是北京。这故乡真多。嗯，这个我还想问你口音。每个早晨里了。